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期货浪人啊，第161次每周和你倾啊。咁开始之前啊，记得 CLS Comment Like 同 Share 啊，同订阅我期货浪人同按埋隔篱嘅钟仔咧，咁有身边就会通知你噶啦。好，咁我哋就事不宜迟，先讲翻啦。咁啊，咁先讲翻港期啦。咁港期咧，上个礼拜咧继续咧个升浪，即系上升嘅浪啦。OK， 咁原先我哋上个礼拜就预计就话。即係港期係有機會出現咗回吐先啦咁樣，但係依樣嘢我哋控制唔到啦，結果佢就繼即係都繼續一路直上，你見到一路直上啦，即係依度啊，你見到佢守住個好大分水一路直上啦 ，OK 係啊，咁啊仲係有氣有力咁挑戰，即係向上挑戰啦咁樣。星期五最高啦，曾經去到依度最高咧，去到19772嘅，亦都到達咗我哋上面個標啦。咁上個禮拜唔穿分水嘅話，咁就可以再向上行啦 ，OK 係啊。咁我哋好啦，咁我哋先睇睇个中线走势啦。中线走势啦，佢发生咩事先啦 ？OK， 咁上个礼拜讲过就话，喂指数呢一度啦，指数呢度咧系脱离咗嗰个六区后咧，本应咧就应该就继续向下落去嘅，系咪先？系啊，即系两位啦。咁但系咧，港期就维持嗰个强势啊，系啊，咁啊 keep 住都叫做守住嗰个升势喺度上啦。OK， 系啊。但系依個 moment 咧，即係其實只能夠講就係話，喂，要反手咧都仲係等多陣，因為上個禮拜提過啊，喂，要反手都要等一下先啦，可能去到乜乜乜位先啫嘛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咁啊，但係而家個市咧就係去到有啲點樣講咧，係有少少比較極端嘅情況啦，因為其實由低位16000啦，一路升到而家咧，依度19700咧，其實係升咗around大概3700啦。其實中間係冇乜點回頭過㗎，已經係啊。咁啊，仲要係好短時間嘅，所以要俾啲時間，即係我仲係覺得要俾啲時間去調整啦，要係啊。咁啊，下個禮拜啦，咁我哋有兩個 plan 先啦，咁啊 plan A 啦，首先啦，先睇住個19750啦，重要轉強位置啦，係啦。如果企穩嘅話咧，向上挑戰咧就會係20000嘅關口啦，20000嘅關口啦，即係先第一個目標啦，19931啦咁樣，係啊。咁啊，第二個目標就係20158啦，係啊。系啊，咁啊，所以就要睇住呢啲位置啦。咁當然要望住19750呢個位置啦。OK， 系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如果短暫咧係失守咗一個好大分水依一個位置19583至19750嘅失守呢個位置咧，向下第一個目標啦，就先抵翻咧就19380啦。第二個目標咧就19122啊。同時你要留意住。短線如果唔跌穿19207嘅話咧，其實係絕對唔係轉弱㗎 ，OK 係啊，點講跌穿19027咧，有機會係轉弱嘅，所以切勿要留意住好淡分水依一個位置同向下面依啲位置啦。咁啊，19027唔失守嘅話咧，依然都仲係保持強勢嘅啊。好，今日我哋讲黄金啦，黄金啦，咁啊，终于都叫做结束咗横行，即系个结个大横行啦。咁啊，过去嗰个礼拜都叫做反，即系一连串嘅反复走势啦，即系落完又上咁样，其实系啊。咁啊，最突破咗咧就2930，即系依一个位啦，依度啦，突破咗啦，系啊。咁啊，星期五亦都上報去24000關口之上噶啦，咁啊最高上到去12420噶，係啊，咁啊到齊曬我哋嘅預計目標周線目標到齊曬兩個，咁中線走勢啦，咁其實中線走勢啦，黃金係有機會咧，有機會重拾翻嗰個升勢嘅，即係之前嗰個升勢，係啊，但係挑戰亦都有機會挑戰翻之前個新高，即係之前個高位啦。OK， 咁啊，其實破頂機會都大嘅，係啊。咁我哋過嚟緊個 plan A 咧，就係咧，要留意住翻啦，2418呢個重要轉強位置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如果企穩上嘅話咧，咁啊逐步向上挑戰咧，就第一個目標啦，就2447啦；第二個目標啦，2480噶。啊，咁但係 Plan B 嘅話咧，咁 Plan B 嚟講就先觀察住下面依、這個係啦，重要支持區啦，就1800。哎，唔好意思啊，依度打錯咗啊。Plan B 啦，咁啊先留意住翻嗰個
2390至2380啦 ，OK， 系啊，重要转弱位置就系2378.4啦 ，OK， 系啦，咁啊失手嘅话咧，咁啊向下回吐先望翻啦，2359啦，第二目标就系2341噶，留意住翻啦，呢度重要支区嘅位置错咗噶，系啊，系啊。咁啊，我哋再睇翻之後再睇啦。咁啊，總之望住翻呢個2378啦。OK， 係啊，咁啊留意住翻呢個重要轉入位置啦。OK， 好，咁啊另外道指啦。道指方面，其實上個禮拜所講過嘅咧，就係話喂挑戰40000點啊嘛，係咪？咁已經其實已經到達咗成功咗嘅，係啊。咁向上兩個目標咧，都完全咧，就好似啊向上兩個目標咧，都已經就到達曬嘅啦，已經係啊。咁啊，同時間道指亦都即係星期五啦，亦都收復企翻40000點之上啦。OK， 咁啊到咗40001嘅水平嘅，暫時阻力咧未算話好大嘅，係啊。咁啊，所以仍然睇。睇翻即系企喺上面嘅个短线唔太差，短线嚟讲唔太差嘅，系啊，咁啊道指仍然啦，走势上面仍然有机会咬住个高位嚟行啦。咁下个礼拜咧就 plan A 咧要留意住翻咧40000點嘅关口啦，系啊，如果可以 keep 住40000點之上嘅话咧，即系都系唔好建议大家。即係建議大家反手啦，危險啦，繼續向上睇啦，目標啦，先睇翻啦，睇翻第一個目標啦，就40303啦，係啊，咁啊仲要轉強位置40133啦，啊，所以下禮拜留意住個好淡分水依啲個位置，第一個目標喺依度啦，第二個目標就40503啦，但係如果唔係喎，跌穿咗39995嘅話咧，係即係個40000點個關口跌穿咗嘅話咧，咁我哋有機會仲係個 Plan B 嘅計劃啦，咁啊先捉翻個回吐啦，回吐向下目標咧就39854啊，第二目標就39637啦。好啦，咁啊最後講埋納指啊，咁納指上個禮拜講嘅就係、是、喂即係雖然個動力上嘅係欠缺咗啲動力。但系我哋冇睇淡嘅，我哋啊，即只不過覺得佢有啲即係爭少少動力啦，但係都唔係太差嘅嗰時，係啊，咁啊相反地，即係會覺得會即有機會覺得個納指會仲一步向上挑戰，而啱啱過去嗰禮拜啦，終於充裕翻啲動力啦，見到好強啊，係咁夾上去嘅動力噶，係啊，咁啊納指亦都叫納指期貨叫做挑戰緊18000、18700水平啦，係啊，不過即係去到18700嘅時候咧，明顯就會有啲壓力存在嘅，係啊，咁下個禮拜啦，納指啦，我哋會先睇淡少少嘅，係啊，咁啊先望翻啦個 plan A 啦。如果佢下個禮拜出手咗18600依一個水平咧，咁我哋會睇淡啦，回吐18600啦，仲即係仲要轉入位置啦，18628啦 ，OK， 係啊，咁啊向下嘅回吐咧，就先睇翻呢個18473啦，第二個目標就18350依個水平嘅。不過留意啊，依一個只不過係個短打，即係個回吐短打嘅啫，係啊，咁啊記得，如果真係有機會即係到咗個目標位嘅時候咧，咁啊記得要食糊啦，係啦，咁而 plan B 嘅話咧，咁我哋要睇翻咧，即係如果納指下個禮拜一開始已經企翻喺18730嘅樓上咧，係啊，咁咧向上挑戰咧就18849啦。第二目標就係19034嘅啦，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啦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分析就咁多啦，咁記得俾個 like 我哋啦。如果有咩問題，可以下面留言俾我啦。你哋支持就係我同我團隊嘅動力嚟噶啦。好，咁啊，記得啦，按埋期貨內容嘅按埋隔離個鐘仔啦。咁一有身邊就會通知你噶。好，咁下個星期再見，係咁，拜拜。